我想吃饭，就没有别的什么活动吗？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？好吃是好吃，可是你算算，这三个月来你带我吃了多少顿？全城的餐馆都被吃遍了，8斤，我胖了整整8斤。我想吃饭，那咱们下次可以约游泳，别健身，别打高尔夫。算了，我还可以再胖2斤。 我女朋友说，她和我在一起只因为我好看，要不要分手啊？再心等。这次宴会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最重要的活动之一，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甜品赞助。这次要不是林然熬了几个大夜，花了3幅参展作品，小领导也不会同意。 这次呢，政府支持，全城的媒体都会来。对于你来说，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把握住啊！林然，哎，这孩子不错，天赋惊人，刚入学的时候我就看上他了。<笑>他确实挺有天赋的。天赋好，但是都没用。林然这小子一天吊儿郎当的。 也不知道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，这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得好好规划未来。你们当家长的，上上心。这是这次成人宴的全部资料，好好看看。谢谢主任。啊。微微姐，好久不见。 啊，好久不见。姐姐最近联系林然了吗？没有。她刚去国外那会儿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大病了一场。她父母没时间，自己收拾东西，住进了医院。哎呀，其实国内外的医生检查结果都一样，说她健康指标没有问题。医生说是心理障碍，劝她保守治疗，可她非不听。我们都不能理解。 其实不吃糖对于生活来说没什么影响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非要吃糖。可能生活太苦了吧，想尝一尝甜是什么味道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它不该是苦的，它对整个世界都抱有善意。薇薇姐，你看，就在前面，这是我刚入学认识林然的地方。 那时候说来也巧了，我根本就找不到我教室在哪儿，可是却记住了林然的名字。怎么了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吐吐，没事吧？妹，你怎么了？小妹妹，我看看。没事了。啊。 吓死姐姐了！小孩太小了，以后让她走路别吃东西，气味太短了，知道吗？走了，去，走了。哎哎哎，同学，没事了啊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
姐姐，其实那天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不吃糖的。他当时没有拒绝我，应该是怕我难堪吧。其实，林然在学校挺桀骜的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其他的谁都不在乎。只有你，能让他畏手畏脚的。唐薇薇这三个字，对林然来说，就像魔咒一样。 姐姐，我想，你应该知道那天的事情。那天我接到了学间班的电话，说我妹妹不见了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才找林然帮忙的。他一定不是有意骗你的，他也不是故意要去骑车的。那车根本就不是他的，是可乐的。你一直觉得林然长不大，那是因为他想要留住你，他在乎你。林然在学校。 他仗义热诚，你别再说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薇薇姐，拿传统，这天还是早啊。这个没啥。这天我待会儿再进来。啊，好。赶紧坐，休息一下。 这边坐一下，行。这大夏天呢，空调冷。嗯，这样可以。来，谢谢啊。好，哎，你看，还不错。好，我跟你说。嗯。 姐姐，你想林然吗？行。哎，非常好啊，再来一张。哎，我很想他。差不多。好。你喜欢他？好，非常好。可是他满心满意都是你，容不下别人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姐姐，我和林然呢是大学四年的同学，也是最好的战友。 他会帮我挡掉所有桃花，我会帮他拒绝所有他不喜欢的女孩。如果说我们之间真的有什么的话，是，有我永远都不敢交付的真心吧。姐姐，其实我很懂女孩子的心意的，我也知道你在这段感情里的彷徨。林然他既年轻又优秀。 还有几分少年心性，很多人都会非议他吧。可是姐姐，就算全世界都议论他，都说他不好，你也不应该不相信他。姐姐，林然他可是全心全意把一颗真心捧在你面前，你难道什么都看不到吗？来，季寒。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刻意的过来，我也知道你的善意。可是我和林然已经分手了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没有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姐姐，你。 薇薇，你怎么了？丽香，你们拍吧，我就不在这儿陪着了。啊？姐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薇薇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没事。哎，薇薇。 多想要抱紧你呢。
倔强抬头，我胸口像压颗石头更沉重。那我们的故事会怎样起承转合？接下去用怎样对白才成功把角色转换？于是我努力地拉近距离感，我不再是年少贪玩的男孩，大可安心依靠和伪装成熟卸掉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下飞机。唐薇薇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在我没有承受能力的时候不在你身边，没有替你分担那些难过的事，只顾我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不知道你内心其实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。我真的错了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是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，不要不要我。我没有不要你，你现在还小，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共度余生，但生活就是柴米油盐，总会有先厌倦的一方。我们会比普通的情侣更早地迎来这一天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对等。或许这是天意都在告诉我们，你不应该束缚在我身边，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我不想委屈你。我不委屈。你想安全感我可以给你，你想要有人替你遮风挡雨我也可以去做，姐弟恋又怎么样？除了你还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事？唐薇薇，我真的喜欢你很久很久了，你别再推开我了好吗？哪怕并不会有完美答案，管他谁不看好，我愿为幸福效劳，给你专属爱的城堡，你要不觉得这两件哪件好看？深色的版。好，那我去试一下。这件怎么样？微微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微微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给林然看看。哦，老房子着火，受不了啊！说我是吧？你和镜子穿，我可听说。哎，那件衣服真的不错，很好看啊。你继续跳啊！我这么讲你明白了吗？林然，谢谢你啊，嘉恒。谢我？谢我什么？在国外的时候，要不是你帮我分析，
可能我还在失恋的阴霾里走不出来。要不是你帮我了解唐薇薇，帮我演戏，我还没有勇气回来。谢谢你啊。突然变这么客气，我有点不习惯。送给你，到时候去国外应该用得到，拿着吧。难为你还想着我，终于学会做个人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之前就是不做人呗？你以为呢？那行，我得先走了，主任还要让我去签合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林然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希望你永远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这样就算我只做了一天前女友也能放心啊。行，那走了。嗯。Glad to work with you. We hope the quality of your paintings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in the next 3 years. 什么话？什么三年？就是我的画，他们用了三年，然后希望我的画会越来越好。哦、oh, ，No problem, no problem. Okay, bye bye. See you. 拜拜。林然呐，没辜负学校对你的栽培，没辜负老师对你的期望啊。老师，没有你的鞭策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三年来，哎哎哎，你这臭小子是不是？哎呀，发烧了你今天？老师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这好孩子，好样的，好好跟。是，去，去吧去吧，去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忙人终于回来了。知道你回来，给你铺了新的被褥，保准让你踏踏实实睡到毕业。欧洲那边跟我签合约了，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就去实习。这是好事儿啊。这个送给你的。哟，林然，怎么了？你搞得我怪不习惯的。有什么不习惯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是感受到你的热烈欢迎了。你说说，咱们在这儿啊住了三年，有哪一天像今天这么干净过？没有吧？这不闲着没事儿，找出好多以前一些小玩意儿。我看看。这个不是我们当时考试的时候给你的小抄吗？还留着。对呀、啊，可我当时就被监考老师抓到了，根本没抄到。是。但我最后也没把你供出去。你敢供我，我多仗义啊！行了啊，两个大男人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别在这儿给我扭扭捏捏的。我呢，约会去，你自个儿玩吧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然哥。嗯，你刚回来，觉得你变化挺大，我还有些拘谨。你这么一说话吧，得，那个重色轻友的然哥又回来了，我这个心呐，滚！拜拜，拜拜。唐薇薇，我怎么觉得我这次回国之后，什么都变了，但是又什么都没变。我们之间是不是变得有点生疏了呀？林然，你怎么了？久别重逢不是应该很有激情吗？但是你一点也不黏我呀。你说，是不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激情呢，也会慢慢的消失？
林然，我是个快奔三的人，我关注更多的是生活和现实，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情绪，哪怕那个情绪是我自己的。你不会又要说分手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未来如果连自己都不确定，那就珍惜每一天。那怎么样的未来才是可以确定的呢？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，安全需求则成为了个体的第一需求。心理学上说，追求安全感是避免危险的一种本能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，本能的追求可控性和确定性。可控性如果实质化在感情中，或许可以质变为婚姻。唐薇薇，如果只有结婚才能让你感到安心和放心，林然，彩虹哎！你知道吗？有人说过，情侣之间看到彩虹呢，就代表会天长地久。你看，老天爷都在打你的脸。咱们情侣复合是不是要有什么仪式感？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？没有，不送。我听说最近那个心情治愈甜品很火哎，好像是你给理想定做的。姐，我也要。多大了，害不害臊？我不害臊，跟你永远不害臊。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去看看。这问题是出现在哪儿呢？薇薇姐，彩虹又卖光了。卖光就别卖了吧，挂售空。哎，薇薇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林然，吵着闹着要吃蛋糕，我就做一份给他吧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如月，你帮我拿个模具过来吧。林然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挑了好久才选定这家策划公司，他们的方案都在网上引起过热议的，保证不会埋没你的车厂。走吧。我们在满足了球场基础建设要求后，还额外增加了垂钓、骑马、探险等区域，争取打造吃喝玩乐为一体的高端消费娱乐场所，可谓是五脏俱全。我们的定位是什么？接受人群是什么样的？这个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50%不到，会不会因此拉低球场的调性？还有，高尔夫球场本来就是高端运动，但是你们的配置却是这种中低端的配置，会不会显得不伦不类？我们的景色漂亮，如果策划落实，我们将是全市独一份的建筑群，肯定会引发社会潮流。还有，亲民路线也许会打开更多的市场机遇。我不要景色漂亮，我要盈利。我也不能因为你的一句也许，就走上一条跟市场完全相反的路。这是一份生意，不能拿乙方的方案给甲方。林然，我算是听懂了。这哥们属于你跟我聊事业，我跟你聊梦想。还是得改。华诺主打的是高尔夫球场，现在的方案太过均匀了，球场的比重也要增加。可你这样破坏了策划主题，这不只是一个消费场所，不只是一个球场，我们所要打造的是一个……林然。终于开始改建了，你这车厂啊还挺波折的。是我们的车厂，走了。看电视呢？是啊，这男主也太怂了，追了人家整整10集还没追到，废物，真是废物。追姑娘被误认为要追闺蜜，送朵花还能送错品种。今天最搞笑，第三次约会还请人家吃饭呢。大哥，你啊是跨国企业总裁还是连锁饭店总厨啊？
这要是我早就……要是你就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看了，没意思。看，嗯，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追不到？可能不够明显，不够直接，不够有冲击力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看了，真没劲，太怂了。姐，户口本我拿到了，你不是要用吗？要不我们约明天吧，好不好？明天一大早，我给你个惊喜。好啊，那我顺便把蛋糕带着。你是不是要睡了？嗯。那我唱歌给你听。嗯。你是一百首诗，也不够形容的你是最明显的秘密，情话生了。你是我不爱吃的糖果，就爱留着。你是通往旅行的火车，到你想要去的。我要收集彩虹以外的颜色。最近工作还挺累的。小姐早。早。小姐早。小姐早。小姐小姐。应该是电梯故障了。外面有人吗？外面有没有人啊？你别紧张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电梯发生了故障，已经开始维修了，请稍等，稍等。可以放开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是微微的追求者，我跟他不熟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唐微微的追求者，也不是你闺蜜的男人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追求你。人命关天，你有病吗？说这些，答非所问会扣分。你重新说。哎，我想睡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们活着出去，活着出去，我再告诉你。出去你就会答应我吗？对对对，出去就答应你。别忘了你刚才说的。林然，唐微微，你给我干嘛？我今天不清醒，你这是在骗婚。对啊，唐微微，我这就是在骗婚。我不但今天要骗你，我明天还要骗你，骗你跟我在一起，骗你爱我，下辈子还要骗你再遇见我。